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我是虞美人。2020好不容易过去了，2021呢，我们展望牛年呢，希望扭转乾坤。所以呢，台湾守护文创呢，他们特地用台南景仔角的盐呢，配合这个南昆生的道长们呢，做了一个祈福盐。盐它本身就是可以除煞、可以净化，为什么？因为台南的平安盐记的这个景仔角的盐是海盐，是我们真的海边的这个盐田所出产的。我们都知道海水是最洁净，为什么？因为海纳百川，所有的东西流到大海，最后都会成为纯净的一个海水。那么这个海水呢，引到这个盐田，然后呢，经过日晒加上日月精华，所以呢，才能够结晶成这样子的盐，可以帮助我们净化。这个平安盐呢，不是光从盐田里面拿出来包装而已，它是经过了南昆生的23个道长联合祈福，那么有特级有这类两根哈，那根据最传统的科仪做出来的这个平安盐，所以它是有来自宇宙特别的能量。今天非常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盐，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。谁辛苦哈，谁有钱可以，那么我们能够崭新的迎接牛年的到来。